来自扬声大师约书亚信息，通灵潘蜜拉科里问候。亲爱的人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是约书亚，你的兄弟和朋友。一，约书亚，你如何认识你灵魂的能量？亲爱的朋友们，我是约书亚。当我拥抱你们所有人时，感受我的能量和我的存在，与你分享这一天，我的内心充满喜悦。你对我来说就像朋友一样，因为我们在同一条路上。我来这里是为了提醒你们，你的真实本性和目的，对自己感到温柔和友善。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母亲的拥抱。刚才，当你进行静心冥想并与刚出生的婴儿联系起来时，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个婴儿，也就是你的孩子，需要支持和安慰。每当一个孩子在地球上出生，每当一个老人过世，都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出生和死亡都是神圣的时刻。在那些时刻，在场的人和目睹出生或死亡的人可以感受到出生或死亡的人的灵魂，他们能感受到他的伟大和奇迹，因此感到崇敬和尊重。现在，我请你再次与婴儿时期进入这个世界时的自己连结。你不必看到自己的形象或照片，只要有意图去了解刚出生的婴儿时的自己，成为现在欢迎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向这个婴儿敞开你的心和双臂，把他抱在怀里，告诉他他是多么受欢迎，他是多么美丽。给这个婴儿唱一首歌，告诉他你会照顾他，你是这个孩子的守护天使。我现在说话的你，拥抱这个孩子的你，就是你的灵魂。当你内在的孩子来到这个充满新能量的世界时，他感到很困惑。孩子被教导要压抑自己的能量，隐藏其独特的品质，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的灵魂就处于幕后。你的灵魂正以慈悲和耐心等待机会，让你记住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你会发现，你内在的孩子长大后必须承受很多痛苦，因为他错过了家的拥抱，错过了他真正的母亲，灵魂的拥抱。但你的灵魂知道，当这一生开始时，你会遇到挑战，也会有机会唤醒你的灵魂，而你的灵魂现在向你伸出援手，让你知道他就在那里。就在此时此地感受你灵魂的能量。你如何认识你灵魂的能量？你透过所产生的喜悦、仁慈和温柔的感觉来认识它。灵魂想让你放心，你是善良的、纯洁的、美丽的。敢于为自己接收治愈能量。说，是的，我很纯洁，我很美丽。记得你曾经是个纯洁无邪的孩子，现在赞美他的勇气。他进入这个世界，吸收外界的所有能量，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想象一下，你体内的这个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一些，所以你可以和他交谈。你是他的守护天使，你告诉他这是一个多么勇敢和强大的孩子。问孩子，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必须明白，我所说的这个孩子就是人类的你。你的灵魂想要在人类层面上帮助你，但你身为人类才是真正在做这件事的人。你是灵魂能量的管道，所以要尊重自己作为这个管道的地位，好好照顾自己，善待自己，尊重自己。现在想象你灵魂的能量正透过你的头顶流入你。能量非常轻柔地流经你的头部，进入你的肩膀和你的心脏。你越善待自己，
越了解自己，你对灵魂的能量就越开放。如果你感觉自己有阴暗的部分，那不是问题，悲伤或愤怒或痛苦。你的灵魂对你怀有深深的同情心，只想伸出援手去触及你受伤的部分。允许这个过程进行，让你的灵魂进一步下降，进入你的腹部。然后能量向下流过你的臀部和大腿，进入你的脚，接触地板并接触地球母亲。只要吸入你灵魂的能量，将它吸入你的腹部。当您感受到灵魂的震动时，请记住您来自哪里。你们都来自天国，那么美丽、纯洁，没有任何牵挂和忧虑。你就像一只美丽的鸟儿或一只蝴蝶，暂时来到地球分享你的美丽。认识你自己的美丽和你自己的伟大，不要对此感到害羞或谦虚。世界正是需要这种震动。有人告诉你，害羞和谦虚是一件好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对你的真实本性和美丽感到害羞或谦虚并不是一件好事。你独特的光就像一朵精致的花，当你看到这样的花时，你想要滋养它，给它合适的土壤、阳光和水。现在想象你是一朵花，你看到了什么？这朵花可能不像地球上任何其他花，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跟着你脑中出现的任何影像，也许你甚至闻到了它的味道，但一定要欣赏这朵花。现在想象一下，您将它握在手中，并暂时感受花内的能量。有什么感觉呢？是喜悦、丰富，还是慈悲的感觉？这朵花的首要特质是什么？它想向世界表达什么？这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灵魂的呼唤，你最深层的灵感。想象一下，你现在象征性的把手伸向世界，手里拿着花，透过这个手势，你与整个世界分享你独特的震动。注意，当你伸出手臂时，你内心是否有恐惧？如果你感到恐惧，别担心，记住你灵魂的慈悲，你的灵魂明白为什么会有恐惧。不要与恐惧奋战，轻轻地鼓励自己再踏出一步，多接触一点。站起来并展现你真正的才华，你对世界的真正礼物，需要勇气，所以一次只迈出一步是可以的。问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采取什么步骤来向世界更多地展示我的光芒？想象一下，您和家人坐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或客厅里，您拿着那朵花并展示它。只要注意这朵花是否在那里受欢迎，是否接受了足够的营养、足够的光照。透过这种简单的视觉化和想象，你就能发现自己在哪里真正有家的感觉，在哪里没有。一路上记得善待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培养你，无论是在工作或人际关系中，请对自己诚实，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同时用手臂搂住自己，因为你现在会感到孤独一段时间。你对所在的地方感觉不自在，但你还是害怕离开这个地方。每当你意识到你在某个地方或某种关系中并没有真正感到宾至如归时，改变就会发生。你的灵魂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告诉你是时候改变了，是时候离开了。但是你的内心也有一个受惊、害怕改变的孩子，他可能觉得改变是不安全的。身为自己的守护天使，你需要做的就是倾听你灵魂的讯息，同时对自己非常有同情心。你聆听灵魂的呼唤，
然后握住内心孩子的手，告诉他，现在让我们迈出一步，我和你在一起，我的爱会陪伴你，这样你的灵魂就会一点一点地诞生在地球上。我想让你知道，除了你自己的灵魂能量之外，你身边总是有非常爱你的指导灵，你总是被爱包围。感受我的能量，你的指导灵的能量，你灵魂的能量，想要在这一刻爱抚你。非常感谢您的到来，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约书亚庆祝时刻。亲爱的朋友们，我在你们中间，我是约书亚，我非常喜欢和你在一起，感受我在这个房间里的存在。我们是平等的，是你的朋友和兄弟。我想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对生活中需要做出的选择心存疑虑和恐惧，但基督的意识像火焰一样在你们所有人的心中苏醒。它仍然很温柔，还不稳定，但它就在那里，它正在醒来。当我们在一起时，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当我们从心灵、从灵魂认识彼此时，它会让我们点燃内心的火焰。请感受我在你心中。我和你一样都是人，所以不要把我视为高于你的大师。我想与你分享你的快乐和你的欢笑，你的痛苦和你的孤独，我想和你一起度过这一切。感受希望的拥抱。你可以在这里像在家一样，现在可以放松。你做得很好，你非常勇敢。你在地球上的生活中正在走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会告诉你更多关于这条道路的资讯。你们属于一个我称为光之工作者的灵魂家庭，你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过很多次了。你的灵魂已经进化了很多很多个世纪，但在某个时刻，你的心灵和灵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这个变化，但我会尝试以下方式。当你作为个体灵魂开始你的旅程时，你开始探索宇宙并体验生命，不仅在地球上，而且在无限的宇宙中的许多地方。但你也会感到与家的分离，与你所属的最初的统一的分离，因此作为个体灵魂诞生会带来出生时的痛苦。在你作为一个灵魂的旅程的早期阶段，你试图透过审视自己之外来治愈这种分离的痛苦。你的自我正试图获得权力，以便感觉良好和自在，获得权力并统治他人，从而拥有一种控制感，这让你获得暂时的平静。但当你前进和发展时，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外部方法可以减轻分离的痛苦。当你深刻而真实地认识到这一点时，那就是你开始你的灵性之旅的时候。即使你还没有答案，你也会意识到答案就在你的内在而不是外在，那就是你成为光之工作者的时候。你开始放下自我，向心灵意识敞开，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你有点卡在中间。你想要放弃以自我为基础的意识，但你还不能真正信任以心为基础的意识。目前地球上许多光之工作者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他们生来就渴望在这一生中实现基于心灵的意识。但地球上，目前存在的社会尚未飞跃到基于心灵的意识。当你小时候长大时，你会被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讯息轰炸。您被教导如何融入社会并实现社会为您提供的理想。在你接受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成功和善良的人的教育过程中，
社会强加给你许多形象和表征，但作为一名光之工作者，你不符合这些理想或要求，他们不会与你的灵魂产生共鸣。你感觉自己与众不同，感觉自己无法适应社会告诉你的一切。当你在周围的人中认不出自己时，你就会开始感到孤独，甚至绝望。你开始怀疑自己，并对自己产生负面判断，这对你有害。可悲且矛盾的事情是，你在地球上应该有不同的感觉，你不应该融入其中。你能感觉到你正在透过与众不同，透过为地球带来新的意识来完成你灵魂的使命吗？目前地球上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是，以自我为基础的意识的统治正在摧毁自然和地球。基于自我的意识是由控制需求驱动的，因此无法与自然和其他存在完全和谐。自我总是寻求控制，它就像一个必须不断被填补的大空虚，所以它渴望来自外部的爱，渴望认可，渴望成功。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评判这种意识，因为它是灵魂进化的一部分，但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你现在已经超越了这一点。你不必听从仍然基于自我意识的社会规则和规范。所以，我告诉你要尊重自己，并且真正重视自己。我希望你站起来并为自己感到骄傲。你们是老师，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光的承载者。感受我对你的呼唤。我要求你做的就是做你自己，与众不同，与世界分享您的观点、您的原创想法和您的直觉。不要害怕被拒绝，也不要寻求外界的认可。感受你内在的力量，并意识到它。这就是世界现在所需要的。这里有一个悖论。当我要求你们为自己感到骄傲时，我并不是谈论自我类型的骄傲。我对你的要求是向你内心的真正力量和光芒敞开心扉。对地球上的光之工作者来说，现在最大的陷阱是极度缺乏自尊。他们常常感到孤独和被社会抛弃，他们内在的孩子需要爱和保护。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强调拥抱内心的孩子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最脆弱的部分，并且容易从外部寻找解决方案。因此，拥抱你内心的孩子，意识到你的美丽，你心中所承载的爱和同情的震动。当我们坐在这里时，感受一下这个房间里存在的震动，你们灵魂的震动。感受许多人一生中累积的光明和智慧。现在存在的这个光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在这里提醒你们，我在这里告诉你，与众不同是可以的。你注定要与众不同，你是来自另一个次元的使者，你注定要超越自我意识。当然，你仍然要面对内心的恐惧和怀疑，但你内心有理解和慈悲，用欢迎的眼光看待自己，对自己温柔、友善，因为你有评断自己、虐待自己的习惯。我想以一点练习作为来结束。想象一下，你右手拿着一支火把，并且不再隐藏它。想象一下，您自己在日常环境中将这支火炬举在您面前。现在看看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什么会改变。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持有你的光，这些都会改变。是你的人际关系或是工作环境中的问题吗？让属于你的火炬指引你。永远不要为这光感到羞耻，并看到它的真实面。这是你的光，那它告诉你什么呢？感受它的纯粹。它是永恒的光，它是你灵魂的光。
你的灵魂想要回家，他想要放弃分离。在宇宙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旅程之后，他想回到统一的中心。他想体验属于这种团结状态的快乐和灵感。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现在有理由庆祝了。这个原因是，现在地球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光之工作者对团结、对家园有着同样的渴望，事情真的开始改变。你的人生目标是把家园带回地球。当你在地球上的生活达到团结的状态，臣服于心灵意识时，那么你就已经实现了你的目标。当你能够在一个仍在从自我过渡到心灵的环境中保持这种意识时，那么你就是你应该成为的老师，所以成为你的老师。我深深地爱着你，并始终像兄弟和朋友一样与你在一起。非常感谢。来自扬声大师约书亚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